不跟你们看战场了。因为我觉得好累哥哦，我们还是继续主线好了。啊，坐骑要干嘛？坐骑都看完了吗？哦，先保，你晃晃一下。哎，很像没有晃晃哎，惨嘛！那我要讲啥？没东西讲啦。看我们的万主也是玩到没东西讲哎。哦，掉落记录吗？嘛不，哎，那到底在红几点的？我觉得 YT 就这样啊，就是稀有的游戏都莫名的有人玩。哎、欸。